噬菌逃法。欸，听说这游戏很像是说什么童话online的手机版哦，什么延续以前童话online的什么鬼的，所以就是以前的线上游戏啊，而且它更新频率蛮高的欸，刚才竟然又给我去 Google Play 更新。它有显示怪物名称的啦。打他的时候就看得到。木海马。